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LuHan。大家在粉丝嘉年华玩得开心吗？很高兴能够获得明星势力榜上的年度搜索之星，还有年度体系之星这两个奖项。因为这两个奖项是粉丝帮助我拿到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奖项送给我的粉丝朋友们，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路并肩，继续努力，我爱你们。